说起来挺离谱的，这把和队友装位置了，于是我就自告奋勇的去打野了。但是我闲的没事，非要看一眼大神出装，就决定是这个夜色摩根的了，一键使用。 笑得天花乱坠，完了呀！这晕眩孙策打野，我玩个屁呀！我真的是服了。这开局都1分钟了，我刚把沈梦溪刷完，这什么打野速度啊？但也不是没有好处，你看对面就想不到这孙策怎么1分20秒了还在蓝区呢。这波表面上牺牲了刷野速度，实际上拿了个一血。接着我好像被粉丝认出来了，那我更得打出优势了呀！开船直接冲，潇潇李白哪里跑？哎，我怎么这撞墙了？完了，被冻住了。李白怎么回来了？ 这不纯粹送人头吗？拿下！回到中路抓赵军，大招撞他，一技能往塔下放，预判闪现的位置，直接拿下。哎，兄弟们，这个打野孙策好像还行啊。其实要是孙策的一技能控制更稳定一点，我觉得孙策打野应该是能成为主流的，因为他拿了蓝 buff CD 贼快，你知道吧，兄弟们？这波配合达摩直接带琢磨了，帮他抓了个人跟他分享波兵线，不过分吧？这波李白又冲了，达摩怎么？ 一技能顶到塔里去了，不过你放心，这个炮车我必须帮你清掉。李白大招刚放了，没有大招的，我们雨晴出来了，石头被动，直接跟李白打，你没有大招。我的。咱就是说，为什么李白大招 CD 能那么快啊？不过问题不大，这波直接拿下，明胜你不会想牵死我吧？你个破辅助还想单杀我，想得美，开船直接跑，拿我有办法吗？没有办法，中路一塔已经没有了，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我精湛的传技啊！哎。 问题不大，一个孙策传技是否精湛，在于骗。就像这波开船，我们拉上鬼谷子，表面要上，哎，直接骗出昭君的技能没骗出来。好，我。其实我觉得他认错人了，我平时不这样的。 这波看到中路李白，兄弟们，我有晕眩，他被我控制就是死。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丢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会躲，看到没有？他躲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绕过去。一个优秀的孙策，那船技肯定是。麻烦帮我把这段剪掉。其实我觉得我这个打野挺称职的，这波配合队友带琢磨蓝，再配合队友带走昭君，再配合队友带走两人。你看这个晕眩多好使，兄弟们！这波达摩在下路被动了，果断开船上去支援，半路看见艾琳调转船头，直接拿下。 这边我经济是比他高的，一套技能刚好秒掉。李白来了，打他影子，顺便躲个大招。明显一下，牵死我，开大，苍穹减伤，回头直接反打，拿下二连击破，对面还想追我，别慌，吃口药，船夫冷却对吗？大招只有18秒，一波团放两个大招，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 This is the future. 刚才那波一波团，对面死了4个，全是我拿下的。想必经此一役，我这一手晕眩打野孙策已经得到队友的认可了。不过温馨提示啊，仅限低段局使用。对面只剩一个木兰了，进去打一套开大撤出来，再转进去。这波叫什么？反复进场重置塔伤，对吧？这个小细节是非常有用的啊，兄弟们。You have been slain. 我的，抱歉了。 别管这么多了啊，兄弟们，反正拿下了，并且成功斩获 MVP。 其实我之前是尝试过孙策打野的，但是效果吧，一直不是那么好。我希望就是再出一把打野刀，可以让惩戒，哎，能晕眩敌人 0.5 秒，那就非常的舒服了。惩戒能晕野怪，也能晕英雄，很合理吧？那个策划考虑一下啊。